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做咸肉菜饭。咸肉菜饭哈，据说是地地道道的上海本地人做出来的。老底子呢，阿拉侪叫伊咸酸饭。大概是因为之前没有电饭煲，所以这个菜好煮久了以后呢，它会捂黄掉，所以就像酸菜咸菜一样的，一点卖相都没有，所以索性就叫它咸酸饭了。现在几乎都没人叫它咸酸饭了，我们都叫它咸肉菜饭。确实饭里面也只有菜和咸肉。今天我用培根来代中国式的咸肉，那只要是猪肉肥一点的咸的我们都可以用。我用这种培根肉，挑盐的成分多一点的买。那分两部分进行，先白饭煮上，跟平时煮饭一样，只是水少放一点，因为待会我们要放入菜和菜汁。那趁饭开前的十几二十分钟，我们准备菜。今天我们用青菜，第一层剥落后，梗又露出来了，我们再切一刀，再剥落一层，这样切出来的青菜就漂亮。菜洗干净，切成细丝，梗和叶子不需要分开放了，因为等一会儿煮好以后都是一个颜色了，咸菜色。那菜心呢就留着，待会你想做个汤，菜心就派上用场了。肉哈，切成小丁，不管你用培根肉还是咸肉。只是如果你用咸肉的话，建议你把那个皮留着，那个皮好煮好后老好吃了，硬结结了。肉和菜切好后要先炒一下，放些油，猪油是首选。肉先下，菜饭哈就是要大油，滋滋滋了，我们就下一点黄酒，让它出点香气。那如果你不喜欢肉太肥，那就时间边长一些，让它多出一点油出来。这个时候呢，你可以下一点胡萝卜丁。胡萝卜它碰到动物油，身价就上升了，一下从丫头变到了小姐。而且呢，它不抢味，它不会盖了菜肉的香气。其他的哈就不建议再多加了，加炸了不一定好吃。好多油了，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菜放入了。这个菜你也可以用莴笋叶子换， kale 也不错，我都试过，都很香的。那要注意的是咸肉，如果你买的咸肉很咸，阿拉讲伊叫老腌头，那你切好后呢要放入水里泡一泡，否则哈煮出来的饭那真的就叫咸饭了。菜炒到完全缩水了就暂且关火，我们等锅开，那个饭锅开了以后我们就把它一起倒进去。这锅菜的咸味都是靠培根来的，如果买的培根不够咸，那就要加些盐。倒入后即刻搅拌，拌匀它，然后盖上盖子再煮。完成后再焖它个3到5分钟再开锅。那开锅后
第一时间先把饭打松。小的时候，我们那个时候的大人都有教过，装饭前先把饭打松，这样盛出来的饭就好看，而且也好盛。那如果你觉得这锅饭还不够亮，你可以再加一勺猪油，碰碰香哦，顶出来。香碰碰，一碗子随便就煮好了。做这个饭呢，菜要放的适量。今天我用了差不多是两杯，满满的两杯的米，应该是在一磅多一点，然后菜呢是一磅不到一点，大概是这样的比例，米稍微比菜多一点点。菜不要放得太多，如果菜太多的话会盖了饭香。好，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